你会有点后头照的吗？后头照的，可以一点点。就为这气氛。OK， 别动，我再来一遍。不会，不会啊。再来一遍，整个都摆开。啊，不是，打完就给他们，咱再来一个。现在就开出来了吗？你的。行了吧？Ready。现在是双向，你看，你打这个小横面就晃得厉害了吧，游戏，是吧？可能走的太少了，惯性太大，肉肉的。它冒烟儿，你看着吗？灯一照肯定照完之后往后压了，这个气体就没有害气体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对，它就是因为在固化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是有害的，固化之后就没有。好，那灯啊，你来看一下，开一下。好啊，我给继续放这。不好看，是不是没有纯白好？没有纯白好看。你打精度不够，我知道精度可能比小二太低。不是还有黑色的？